其實我揀嘅專科咧，最初係揀老人科同產科。當時冇開到老人科啦，就因緣際會就熟咗呢個胸肺科，咁就入咗嚟黃大仙，就發覺咦，黃大仙係另一片境地喎。讀完產科之後，當時老人科嘅醫生話：你不如入嚟黃大仙幫手，所以一口應承就係咁解啦。而家就好多一啲無障礙設施啦。九幾年初嗰陣時候咧，根本上係冇呢啲設施嘅。春天同埋秋天都會搞歐程，由輪椅推曬出去，飲個茶，食個點心，係一件好大件嘅工程。我哋又將社區移入嚟，海洋公園就好好，送咗兩隻海獅過嚟喺呢度表演，啲病人好開心，因為完全係知道有人愛佢哋啦。而家嘅醫院咧，就唔係淨係為咗提供醫療同護理服務，防治咧未病咧係我哋最想要做到嘅嘢。同呢個黃大仙健康安全城市佢哋合作啦，除咗啲老人家之外，仲有帶教一啲少數族裔嘅咩叫潔淨啊、家居安全啊呢啲，咁我哋都開始做呢啲社區嘅服務啦，即係拎 up 翻個社區。因為沙田坳道好斜，有好多時咧就阻礙咗我哋啲老人家去上嚟，咁所以同區議會合作咧，佢哋就開咗呢一條。咁變咗佢哋可以坐小巴去到五藥園之後咧，跟住經過橋咧就可以嚟到黃大仙醫院嗰度。咁呢個係相當大嘅一個社區協作。因為我哋啲病人都係由急症醫院轉過嚟啦，然而佢哋嚟到我哋呢度咧，仲有一個係漫長嘅復康嘅路程要去經過。其中有一個個案咧，係一個即係三十幾歲嘅男士啦，即係係一個江湖大佬嚟嘅嚇。咁啊，因為一次嘅中風啦，就入咗嚟我哋醫院，即係變得一個好似小朋友咁樣，樣樣都要人幫啊，又會成日喊嘅，要去關心佢啦，了解佢嘅心情啦，嚇提供好長時間嘅輔導服務。佢喺院舍嗰度咧，就利用自己可以坐輪椅呢一個咁樣嘅能力咧，咁就去服務翻咧院裏邊嘅老人家同埋啲院友喎。譬如幫佢哋出去買嘢啊，係要幫佢哋即係做好多唔同嘅功夫。變咗佢反而咧，雖然佢有傷殘啦，但係咧佢喺當中覺得自己可以幫到人，就增加翻自信添。醫務社工就好似蠟燭嘅光咁樣啦，讓佢哋有絲絲嘅温暖啦，個亮光當中可以睇得到前面嘅方向又點樣行咯。我大學畢業出嚟咧，就喺黃大仙醫院呢度工作，係我第一份工，咁真係陪住我成長嘅一個好嘅地方。我好感恩嘅就可以同一班嘅病人一齊同行。我是1988年入職東華三院黃大仙醫院的，我做了三年左右，我就不幸就患上了乳癌，幾年後呢又發現腸癌了，誰知我養完個病之後呢，那我就很精靈啦，那我們社工部同事就說不如跟我們做義工啦，所以我的身份呢就是又是職員又是病人又是義工。我哋會每年會搞活動嘅，新年啊、中秋啊、端午啊咁咧，就我哋擺喺禮物裏邊嘅。每個病人會有一個嘅，如果行動不便嗰啲咧，我哋會送上去病房。因為咧，我腸癌咧，咁我有個造口嘛，都有啲病人都係有造口噶嘛。咁就成日講啲我哋造口好多巧妙，唔係過來人係唔知噶嘛。咁後屘佢之後接受咗之後咧，佢就好開心咯。後屘咧就有翻笑容。我36歲乳癌，48歲腸癌，50幾歲隻腳開兩刀，而家60幾歲，我咪賺咗啊！出嚟做義工，
即是我还有生命力。嗱，嗰陣時我哋喺嗰邊慈雲山住咧，就咁啊走到過嚟依邊啊，因為我哋喺依頭住嘅，咁啊捉完住嘅，我阿嫲嗰陣時病都喺依翻黃大仙醫院休養啊，咁喺度過身。出邊嗰班朋友都知道我喺醫院就我哋係做殓房工作啊。依家時代唔同啦，即係咁同舊時，即係最多係聽嗰啲嚇，咁、啊、你都做啊咁。我都喺度做咗三十幾年啦，即係始終我哋翻教會啦，咁都覺得。冇咩好驚啊！始終我哋咧做一樣嘢係幫助人哋咯，幫助佢哋，佢家人啊，唔該一聲，你都會覺得啊幾好喎，即係大家有個互動咯。私單有時拎到落嚟有機會，有啲污糟嘢啊，咁我啲嘔吐物啊，都雖然好少機會，我哋都會揾啲乾淨嘅嘢遮住俾你睇到清楚啲啊，咁盡量令到屋企人嚟認領遺體嘅時間係舒服放心。